Hello 哈，我哋今日又嚟淘宝开箱第18集。片尾咧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今次双十二嘅一啲优惠细则啦，大家记得一定要睇到片尾啊，知唔知啊？咁由于我系圣诞节生日啦，而我外公同埋我妈咧都系12月生日嘅，咁所以咧就趁呢一次嘅双十二嘅机会咧，就买咗一大堆嘅礼物送俾我屋企人啦、男朋友啦。最爱的男朋友啦，同埋我的闺蜜啦，同埋最紧要的一个就是我自己啦。所以我圣诞节生日，你谂住送啲咩俾我？你想要咩啊？我想要你个心啊！之后咧，后面呢度咧都系我哋啱啱布置嘅一个圣诞节嘅装饰。咁之前咧喺 Facebook 咧就 share 咗一篇咧双十二送礼物心愿清单。之后咧我搜罗晒啲观众嘅意见之后咧，就决定咗买呢一堆嘅嘢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开始啦。首先我哋不如开咗你嘅礼物先啦，好唔好啊？你觉得我送咗啲咩俾你？要一直都好想要嘅嘢。第一个就系呢个发豆嘅手机壳啦，因为佢成日嘈住话要换手机壳，系成日都唔俾佢买嘅咯。呢个都贵嘅，50几蚊嘅呢个。佢呢个系刺绣嚟嘅，但系佢呢只眼咧系嗰啲胶咧有几层，感觉上系磨砂胶嘅。这个有质感又不会手滑。因为贾乃夫系冇颈巾，就买咗个情侣装嘅颈巾。呢一隻都靚，這是啥呀？村姑。跟住，最重點嘅嚟啦！我只買咗個假髮俾佢啊！你不是說一直想要假髮嗎？帥氣凌人，變成韓仔。你不是說一直想要留長髮嗎？怎麼那麼醜啊？我幫你梳一下，幫你揪個頭，揪完個頭大家覺得點啊？自己想留长发的冲动跟愿望。下一个咧就到外公外婆嘅嘢啦，好，你落翻去啦。贝贝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是啥呀？你60岁的时候，中医都是长这个样。可以。然后我买咗一个好大型嘅收纳柜啦，就摆咗喺出面啦。我是安装工，大家都不是好朋友。Oh yeah, oh yeah， 出个汗啊！咁个柜咧就摆咗喺度啦，然之后呢度咧就摆咗部面包机。奶奶睡着了。讲呢个送嘅嘢咧系有写晒糖啊、油啊，即系你照住佢呢个匙羹咧，滗几多汗就可以噶啦。中啦，奶奶。现在我们这个面包已经做好了，哦，哇，超香，要拧一下才能出来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一个不锈钢的锅啊，即我已经开了来用了，上面是有这些这样的六角形一粒粒的那些面呢，它是不会刮花啦，而且它都是不会黐底的，劲重，之后是几贵下，因为我讲那只锅已经是烂烂融融，之后又黐底，炒粒蛋呢都会黐住那些，我实在忍受不住。如果你两个人吃多些餸啊菜那些呢，炒埋一兜是不够用的容量，所以可以再买大一两个 size。 之后呢就买了两张这样的迷你凳仔啊，咁佢呢个面咧就系布面嚟嘅，呢个系我由细个两三岁嗰阵时已经有嘅一张凳嚟，残旧无比嘅凳，唔知点解老人家特别中意坐啲矮嘅凳。跟住落嚟就系我嘅嘢啦，我又买咗个好 Q 嘅 Sailor Moon 嘅豆钉套嘅一个 cushion， 咁佢后面都系有送被噶啦，平时睇电视嗰阵时可以冚张被仔啊嘛，而家冬天我要买齐咗一些。然之后买咗贴纸啦，佢系真系劲高，真系劲闪灵灵嗰只嚟噶，一个变身器都系镶金边噶，花边嘅一个类型嘅贴纸，我觉得呢啲摆喺啲簿度系坚靓，系不得了呢、这个。叮，间尺嚟噶，变身啊，嗰啲亚加力胶嗰啲板嚟嘅。嗱呢一个啦，劲靓，呢个真系劲推荐大家买，虽然有少少贵，佢做工系劲靓，我觉得送俾闺蜜啊，送俾啲女仔朋友啊，当圣诞礼物简直一流啊。咁入面咧就可以加啲水啦，然之后就系咁样。哦，
哇，算加湿润啊！即系平时女仔化妆就会知噶啦，平时咧出街嗰阵时咧会满面油光啦，之后咧你带一支咁样嘅嘢出去咧，不单止系靓啊，你仲可以帮你 keep 住你皮肤嘅湿润，夏天又可以用，冬天都可以用，冇咁干燥啦。古语话斋靓嘅嘢咧唔代表实用啊，所以送俾人系啱啱好噶。跟住就系呢一个尿袋啦，个样咧系好靓嘅，系有显示屏啦，可以显示佢有几多 percent 嘅，系啊，佢有条线咧会跟埋喺呢度啦。好揸手啲啦，细个啲啦，送俾人都几适合噶，我觉得呢个 USB 嘅转插啦，佢咧系有三个 USB 嘅窿啦，同埋一个嗰啲插网线嗰只窿啊。因为我 MacBook 咧就冇插网线嘅位啦，咁所以呢个咧插喺屋企咧就比较方便啲。呢只系放我工作嗰阵时用嘅啦。跟住就系呢一顶帽啦，你睇呢个波机嘅屎忽啊，好得意啊！呢个佢系一个扣针嚟，如果你唔戴帽唔想要呢个咧，可以打开佢扣喺件衫度都好得意。呢个真系呢只色真系好似厨师帽啊，点算啊？好未啊？下一样就是这个打紧灯的神器啦，唉，你知唔知如果冇咗呢盏灯啊，我哋系黑到咁噶，俾你 touch 嘅意想不到嘅光啊，呢一只嘅 LED， 咁下面咧就系可以攞嚟坐台灯啦，咁上面咧揿个掣就变咗化妆镜啦，系超好用噶，然之后佢下面呢个位咧可以摆啲化妆品啊、手链、手表嗰啲咧系几好噶，咁由于呢盏灯实在太好用啦，所以我咧。就買多咗一個同樣係呢盞燈嘅白色版咧，就俾我嘅閨蜜啦。對化妝女仔嚟講係一個恩物嚟咯，所以就買多咗個送俾佢嘅。好，最後最後最後今日嘅重頭戲，買俾我自己嘅兩個假髮。死啦！我會玩假髮玩上癮。真係好靚咯呢只髮型，睇個 model 睇嗰陣時又嚟啦。我哋而家現場戴假髮。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系我上次淘宝开箱讲嘅一个 DIY 嘅嘢咯，啊有机会再教大家点整啦，窝窝头，我哋要戴翻个发网，抢劫分就得啦得啦，好难戴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比我想象中 soft 咯，我屌啊！我整理一下嘛，你怎么这样？这怎么那么丑呢？大妈，打翻副眼镜先。唔得啊，两撇嘢，我哋两个脸咁样。打翻个顶帽先。还好。你刚刚笑成那样，哦哇哦，挺帅的。风和岁月，摇滚歌手。紫色的短头发，其实我很想很想剪回短，我想这只应该不服吧，我以前也有短过头发。这啥呀，这好像你姨妈呀。这是啥那挺好啊，挺适合我，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发型的嘛，其实配那些长型的耳环都挺漂亮的，这只都是很 soft 的，这一间店头的好像假发越短 越真实，对，这个挺型，真心真的有时想短头发的时候真的可以用这个，看几真我哋依家咧就嚟讲双十二有啲咩优惠啦。咁今次嘅双十二咧，除咗系为身边朋友准备圣诞礼物啊、新年礼物嘅最佳时候之余咧，佢哋标语就叫做抢草选薄可以成双，399人民币减50蚊人民币嘅一个 coupon 啦，系可以抢嘅。双十二当日咧喺结算嗰度咧就输入呢个折扣码啦 HKKOL1212。咁另外淘宝咧就为大家准备咗一个999蚊减200蚊人仔嘅特别折扣码，因为今次嘅主题咧就系一个侦探游戏嘅主题啦，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当日嗰阵时同我一齐嚟估嗰个优惠码叫咩啦。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资讯，或者你有啲咩问题，就唔好好似上次咁样逐个问我啦。今次咧就可以加入我嘅粉丝群啦，咁入面咧就会有专人服务大家啦，同埋会有线索拎啦。淘宝嘅新用户咧就可以输入呢一个指定嘅优惠码，可以享有首单满21蚊减20蚊嘅优惠。天猫嘅官方店咧就会有满500蚊减100蚊嘅优惠，结账嗰阵时咧就输入呢个 TS100，只系可以喺自营店度用嘅啫。啱啱开箱嘅产品啦，同埋所有嘅 link 咧，我都会摆喺下面嗰个说明文度啦，大家就可以去 click 入去睇下，咁样参考一下啦。如果真系唔明咧，就问一下个客服啦。咁我上次嘅战绩咧就系用600蚊减200蚊嘅，系劲抵嘅，大家明唔明啊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试多啲，将你购物箱嘅嘢咧不断咁样组合去试下佢个优惠系点样用啦，用下用下咧就会明嗰个规则。是怎么玩的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段之後咧就係咁嘅樣啦。其實都唔錯啦，係啦。即係如果我瘦啲，塊面再細啲嘅話，應該好靚嘅。完。挺好看。剛戴的時候你可不是這樣的反應。笑死了，笑我肺痛。笑得我現在喉嚨都痛。